请掀开经本，第十面，第十面，经文第三行，阿兰谛听，善思念之，我当为汝分别解说。阿兰尊者的恳请，现在讲这个请法，世尊允准答应为伊讲解。在阿未讲经之前，特别交代伊谛听，谛听就是详细听，细心来听，先思念之，思念加一个先，这里面就真大的区别。一般世间人思念是用这个意识，佮加一个善呐，是无用意识的，或者叫善呐。禅宗参禅，离心意识参，所以叫参究，无叫研究。研究用心意识，参究啊，无用心意识。教下也不例外，所以佛在经上祝福这些同居，拢叫伊善思念之，也爱离什么色，无离什么色，你袂开悟啊！这所在善思念之，就是有五处啊！你听了以后啊，体悟佛所说的境界，无落在一个分别执着里面，这才叫做善思念。所以这句话啊，非常非常重要啊！严格来讲，听经是不是想听，就这一句。未想听呢，思念字；会想听呢，先思念字。这差别啊，真大真大。这是咱啊特别留意的。思分呢，到这所在讲完了。下面经文是本经的正宗分，在这个大段落里面，咱用了相当长的时间，将本经的通书、别书、经面这两品是本经的通书。第三品呢，是本经的别书，别书也叫做法起书。法起是全经的正文，咱伫文理的内面呢，真明显的看到这个经的发起，是阿难尊者请问世尊为伊说，发起书里面
可能讲，即内面有五层的意思。第一，世尊放光现水，也是加强咱的信心。佛法的修学成功的关键，是建立在信心的基础上，特别是净宗法门。南无大师跟咱讲的啊，净宗的三珠娘啊，这三个条件啦，欠一项拢袂用哩。这三个条件是信、愿、行。信是第一个，所以这段里面确实予咱坚定了信心。为什么会坚定信心？看到世尊念阿弥陀佛，地弥陀及十方一切诸佛如来的加持，这天呢，光彩特别的好。阿难虽然是佛的使者，从来都唔捌看过世尊今仔日现这呢好的色相。这个所在也给咱证明了一个事实：相随心转呐、啊。就讲是释迦牟尼佛也无例外。你看，你是想佛啦，想阿弥陀佛啦，色相就无比的庄严。伊若无想阿弥陀佛，色相就差一点啊。这就明显的嘛。啊！你才知影，咱如果有一天甲暗念佛，也许容貌慢慢念，念到甲阿弥陀佛同款，这一定的道理啊！所以坚定咱的信心嘛。第二，阿难是代表咱，看到释迦牟尼佛这上好光明，心欢喜心嘛。就出来请教啊！请教这里面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意思，佛今仔日这个色相特殊，一定是心肝内啊有特别的念头。因为境随心转是佛常常讲的啊，阿难甲大众当然拢真熟啊。咱身体是咱的境界内面最贴近的一个境界，所以心内面有什么念头，袂当瞒人啊，专地面的现出来。粗心大意的人看不出来，细心的人啊，一个看就清楚了。特别是修行的人，修行有功夫的人，伊那个未清楚，一个看就明了了。甚至唔免看你的本人，看你的相片，你提十张相片给伊看，伊阁看你，倒一张相片是甚物念头，倒一张又起甚物念头，相片有变化。哪里会当瞒着人啊？所以世尊心一定自机得发，
伊现的是基底之上。所以阿难从彼佛一定是念佛，阿难呢？为什么会问这个意思？不是普通人会做得到。如果咱看了释迦牟尼现这个现象，也假心来欢喜，一句话都讲袂出来啊！对这所在来体会啊，阿难啊，毋是普通人啊，阿难也是诸佛菩萨化身大士示现的啊，因是来搬戏啊，来表演的啊。这个道理爱捌啦，无量寿经即会啊，甲大方广佛华严经啊，完全拢共款啦，拢是诸佛如来化身大士来表演啦、啊，所以伊才问会出来啊。如果是十法界内面的众生啊，甲诸佛如来，这是应现性啊，真难啊，未当了解事实真相啊，现在问会出来。这是第二意思，第三意思，啊，咱一个问啊，释迦牟尼佛特别赞叹伊啊，这门的功德啊，不可思议。佛在这里面讲了一句话，非常重要。佛讲，当来一切含灵，皆因入门而得度脱。这句话呢？那绝对袂用哩，随便甲读起。即句话非常非常重要啊！说明一个事实：十方三世九界众生，就因为即个法门而得度。作为上师想即句话。其他一切法门，虽然讲灵多，无把握啊，毋敢肯定啊，唯独即个法门完全肯定，一丝毫怀疑都拢无，除非这众生无这福气啊，无这缘分，这一生都袂着。就无办法咯。只要有缘分拄着咯，无论你善根厚薄，只要你能信能愿肯念阿弥陀佛，你就决定得生。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在生当中决定成佛。你才会想到这个法门啊，偌殊胜。所以，隋唐时代、古代的讲华严、法华，拢是这个经的导引啊，这话讲的无过分啊。讲这话啊，是过来人啊，毋是过来人讲袂出来啊。第四个意思呢？佛告阿难讲：如来之所以出世，就是为着
欲尽君明，非以尽舍之力，非是何意啊？君明特别是指这六道众生，如果范围扩大一点啊，是法界。是法界拢无见性，虽然出了六道，声闻缘觉菩萨是法界内面的佛，无见性啊。或是为了帮助因啊，和因真实的利益，真实利益是啥物呢？六利分明，真实利益。就是无量寿经啊！咱今仔日讲这个法宝啊，无量无边的法宝啊，这经啊是第一法宝啊。尽管现在有一挂人未当接受下老技术的回一本。伊为甚物袂当接受呢？有两种原因，一种是智慧无够，袂当接受；另外一种呢，成见真深，尊重原译本，轻视回译本。这心见太深了，咱伫往生段内面看到，最初汇集的王良师技师，良师技师往生，往生段内面有伊啊。第二摆汇集的慧灭天技师，往生段也有伊啊。连做这教本的皮这清王生端有伊啊，啊，连记这最后一摆会诊，宽如法师编的啊，近代王生随门路也有下连记，这人啊，拢做王生咯。拢伫极乐世界啊！你极力排斥反对，将来你去极乐世界见面啊，总是歹势啊！你讲偌难为情啊？惊是你袂当去啊，真正会当去见面啊，总是真歹势啊！所以咱一定要明理啊！文公迄句书伫即个书文内面写遐尼长的书文，就希望大家会当接受即个经本。书文内底讲的真好啊，将来佛法到往后即九千年当中，无量寿经的经本啊。讲是佛法完全灭了以后啊，无量寿经也伫这个世间流传一百年啊。每都认为将来流通的经本必定是这个经本啊，您大家敢不相信？我相信，我凭什么相信呢？这么多经本隆重地展开来，这经本最好念，这经本最好了解。九种经本摆在面前啊，你选择到一个经本，你一定选这个经本啊。这就说明这个经本将来啊，流通到法灭尽啊。其他的经本没错啊，真好啊，念起来是真歹念啊。念了袂顺嘴啊，
艺术总感觉真青涩啊，无这个所在才完容，这个看就明了。所以原野本来面干涩的所在啊，你拢无采取啊。出这个较容易明白，而且艺术真完整，这是重新编排、重新组合，不容易啊。下路用十年的时间完成这个定本啊。今仔日伫大陆，真侪真侪人拢收起。读上这个经本，咱看到非常欢喜啊！第五意思啊，诸佛如来拢知影，这个法门是世间难信之法，难信之法。唔是一般人讲的啊，佛讲的啊。所以世尊伫尾后，家己讲出来，古来各地难容啊，心痛无碍，定会救穷无劫，无法自在，就这话呢。世尊家己讲的啊，绝不夸张，千万唔通疑惑啊！如果疑惑，这无比殊胜的利益当面错过啊，就太可惜了。所以咱看到。法起这篇经里面，确确实实加强咱家己的信心，加强咱家己的愿心，然后有大师在要解里面跟咱讲啊，信愿持名，持名是行啊。三个条件欠一项都袂用哩啊！建立信心，排列伫第一。所以伫本经的书分内面，佛就先讲出来，开化显示真实之际。这句话呢，用现代话来讲呢，就是开化显示宇宙人生的真相啊！真实之际，就是事实真相。所以这部经就可以相信，这部经的作用。这是回忆众生真实之理，拢伫个书内面讲出来啊。这是讲这应该爱相信啦。伊讲的是有着人生事实真相啊，值得咱相信啊。予咱真实的利益，迄毋是应该才相信呢？亲像这话啊，逐字逐句是金玉良言呐，咱来细心去体会。自分最重要的。是真心，咱伫这个所在建立了信心，
尊重佛的教诲，佛叫阿难谛听，阿难是咱的代表，实际上就是叫咱爱谛听啊。善思念智就是你爱善有体会。唔通用什么意思？唔免分别，更加袂用你执着，叫你用心去体会，你才会有悟处啊！这悟处啊，帮助你看破放下。帮助你一向专念，一向专念就是修行。无论伫什么所在，无论伫什么时阵，心肝内总是一句阿弥陀佛。除阿弥陀佛以外，万缘放下。一定要知影，世间善言恶言，拢是一张空啊，毋是事实啊。金刚经讲啊，真明白啊，凡所有相，皆是浮梦啊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啊。分别都袂用你啊。那会使执着啊！离开妄想分别执着，你的真心就现前。真心是佛心嘛，真心就是你的本性。讲真心现前，就是你的真心内面本具的智慧的相拢现前。你才真正得到受用啊！所以世尊在经典上，逐字逐句，咱爱特别的留意。佛经上无一字是废话啊！经典文字真正水，组织结构真严密。诸位伫即个科会内面会看较真清楚，即个科判是咱伫个培训班第二届，带领全体同学来共同制定。当然啊，咱袂使讲啊分啊真好，这是一个开端，提供予大家做参考。你看古代的分经的科判，每一个注解分法拢无共款，无量寿经的经本呢，伫过去有自照法师的科判，自照法师用的是下洛最初的经本，最初汇集的，迄时阵这经本总共分37品，所以自照大师的科判是37品。以后，下落将伊这个经本啊，这个汇集本啊，做了10摆的修改修订，甲伊分作48品。伫咱个想咧，伊最初分37品，大概是用37道品啊，37啦。
后来该分为四十八啊，大概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，可能是一种的启示。也由此知影，这部经的这科判就是分段，分大段、中段、小段，并不是一定的。每一个人有伊家己的看法，拢会当讲出一番的这道理出来，安尼就好啊。这啊，证明法无定法啦。这道理一定要办啦、啊。最重要的是要了解伊的意思啊。古人所讲的啊，教理、教义，你也会当通达教理、通达教义，而且能得受用。这是证明啊，这点的意思在这里总结出来。现在咱就看这下面的一品，法藏因地得事，请看经文。佛告阿难，过去无量不可思议，无用数劫，由何出世？明世间自在王如来，应供顶正家，明行者现世，世间界无上士，调御丈夫，天人师佛世尊。咱先看一段，正从分开始咯。科判内面甲咱讲，对第四品到第四十二品，这一大段呢，是本经的正宗分，本经的正说正说，为大家介绍西方极乐世界以正庄严。在这分内面呢，说明了阿弥陀佛的因行，因地的修行，介绍出阿弥陀佛的宏愿，介绍极乐世界的义正庄严，这是环境的介绍。人事环境、物质环境，这介绍了后，佮甲咱说明三辈往生的正因，这是大家拢真正知影，极乐世界三辈九品。因是安怎修学、安怎往生的，这就非常重要啊！然后佫甲咱介绍西方极乐世界人因的生活状况，伫西方极乐世界安怎修行正果的。这些拢是咱非常关心的。这些拢介绍了后呢，西方极乐世界也有一个特别现象啊。世尊也为咱讲出来，遍地异象，实实在在讲啊。
王星西方极乐世界，生到边地基，啥也袂歹。未去六道轮回啊，也出了六道啊，出了六道啊，也出了十法界啊。不过是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一时也见未着佛，也无办法听佛讲经说法，见未着诸大菩萨，这庄严的法会你看未着啊。所以叫遍地啊，毋是真正的遍地啊。遍地迄是比如，因为你见未着佛，所谓胎生，胎生也是比如啊。实际上，拢是莲花化身，哪有胎生？胎生苦啊，在西方极乐世界见未着佛，未当听佛说法，这就真艰苦啊。这什么原因呢？佛在这地啊，也为咱介绍出来，而且大家放心，遍地基城这假不过500年，500年是咱人间的500年啊，毋是讲叫做世界，大约是人间500年这么长的时间，你袂当见佛闻法。实在讲呢，咱即个世间500年啊，阁长足长啊，因为人的寿命真短啊。西方极乐世界500年算不了什么，时间无长啊，逐个人拢是无量寿啊。500年啊，不过10天半个月，结果是安尼念念，连即个佛都无希望咱住在即个遍地异城。佛总是希望咱一个到极乐世界就见到阿弥陀佛。所以佛是慈悲到家极处啊，未后啊，佛是特别的提醒咱，警告咱，这个世间真苦啊。五浊恶世啊，浊是染污，这世间严重的染污，分那是无苦口婆心的提醒咱，实在讲。咱伫这泥缸内面啊，袂记哩家己啊，伫咧污染。掀开经卷，每念一遍啊，就是这个世尊提醒咱一遍。这所在敢会大哩？心理上的污染，精神上的污染，思想的污染，境界的污染，乃至生理的污染，生活环境的污染，拢达到极处啊！心性污染，所以这个身体啊，搞病啊！你看这世间奇奇怪怪的病，较早毋捌听过啊，为什么遮多啊？有念啊！心理有病咯，神经无正常，心理有病咯。现在有人讲地球有病咯，嘿，麻烦大咯。
这是说明，恶苦达到极处，甲西方极乐世界做一对比，咱称伊做极乐，这所在极苦啊。两个世界鲜明的对比，也才是重要的这个开始啊。介绍拢伫这段啊，这段文呢是净土宗修下依靠最重要的功能。文字虽然无真多，介绍是有够详细咯，所以古爹将这部经看作正宗的第一经，是有道理啊。这内面呢分两大段，第一段正说因地。介绍阿弥陀佛因地修学的状况，这里面真正值得咱做参考。经文对第四品到第八品，在这个所在呢，咱的分化，甲这个五念祖基础的分法就无共款。咱将弥陀因地对第四品到第八品，这经文啊，后面啊注意会看会到，第八品伫这个第二十六面，即讲你第第八。经文一直到二十九面，第二段呢，即第二大段是古蝶圆满，对第九品到四十二品，咱对一分呢，也即个。净说因地呢，佮分为两段。第一段在家闻法，这就是第四品法藏因地第四，说明以合乎法心的一面。现在咱来看经文，佛告阿难。释迦牟尼佛甲阿难讲：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寿劫，即句是讲时间。即时间啊，讲来话头长啊。过去真久真久了，无量寿也是无办法计算呐。释迦牟尼佛讲话啊，话中有话啊。阿弥陀佛，成佛到今仔日这十劫啊，哪会讲不可思议无量寿劫？就加讲过去十一劫，过去十二劫。就算阿弥陀佛修行用了五劫的时间，成佛到现在十劫、十五劫以前嘛，或者十六劫嘛，咱听着也真合理啊。哪会忽然间来了一个无量不可思议无量寿劫，就甲咱变糊涂咯。
而且我安怎讲？这个、意思啊，说明阿弥陀佛，因地早就成佛咯。即摆伫西方极乐世界是现成佛，就甲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伫咱即个世间是现八相正道共款啦。释迦牟尼佛什么时阵成佛呢？法华经讲过啊，伊也是无量劫前啊，早就成佛咯。来到这世间啊，来示现成佛，教化众生，念念梵网经，佛讲了，即摆是第8000次啊。毋是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。做一个王子出家修道才成佛的啊，迄是做一个模样，互你看。求完结早就成佛咯，这是第8000次的表演啊。所以即句话内面的意思就真多咯。阿弥陀佛伫西方极乐世界，是现在西方。建立极乐世界，度化一切众生，也是实现的呀。咱来明白这意思。有佛出世，就是讲迄时阵有佛出世，名世间自在王。这是世间自在王，是佛的佛号、名号，叫做世间自在王。自在伫遮毋免加讲，证明个诸位用华严经上讲的啊，十个自在，拢甲大家介绍过。诸佛菩萨无名号。名号是安怎建立的？是为教化众生方便而建立的。换一句话讲，名号就是伫某一个阶段、某一个地区教学的宗旨。宗旨安怎建立呢？对倒位来呢？是这地区的众生。有甚物毛病？啊，用甚物方法将这毛病修正过来？亲像咱的本师释迦牟尼佛，伊为甚物毋叫世间自在王呢？为甚物叫释迦牟尼呢？甲注意讲，世间自在王佛啦。要来教咱这世间来，伊也叫释迦牟尼。咱的本师释迦牟尼佛要来到迄个世界去，也叫做世间自在王。诸位一定要明白这道理。为什么佛伫这个世间称释迦牟尼呢？因为这个世间的众生发小慈悲心嘛，自私自利啊，佛要将一切众生这个毛病修正过来，就着要确立教学的宗旨。这宗旨是释迦，释迦是梵语啊，梵在中国的意思。灵林啊，灵珠啊，咱无灵珠心，缺乏灵珠啊，所以释迦这两字就是灵珠啊，提倡灵珠。
在你的大边，这世间的众生心无清净，妄想杂念太多太多了。所以冥府内面有一个摩尼，摩尼反正中国意思是寂灭，寂是寂静清净的意思，灭是灭一切妄想杂念。所以佛的名号啊，是针对处时处处众生的平均而建立。所以你看这个佛的名号，就知影伊所度的多一类的众生。这名号就起作用，就像是医生咧开处方共款，药到病除啊。意思是安尼啊。咱今仔日食咧，看到世间自在王，想看因迄个时代遐个众生，大概是得什么款的病啊？一定是非常保守啊，非常执着啊，所以佛要用这个方法来帮助因破除伊保守的观念，打破伊执着的梦想，用这款一个名号。自在又加一个王，王也是自在意思啊。特别强调自在，啊，这是佛的别号，别号拢是为度众生而建立的。菩萨的名号也是为度众生而建立的，这诸位同修一定要知影。所以名号功德啊，不可思议，要发的啊。古人对有例如好名拢是真正有意思的啊，这意义拢真深啊。所以咱伫咧记内面读到，一个人名是父母甲你号的啊，一个人伫一生当中要改家己的名，大不好啊！你呢？你可以改啊，名甲你是两个啊。你可以改，你为什么唔是你爸母给你的好名？你是你伫成年的时阵，你的辈辈啊，送给你。但是现在这个字多半是自己爱用什么就会出什么。鼓励里面是平辈，你的兄弟这辈的时候啊，同学朋友送给你啊，这叫字啊。名成年以后无人够再叫你的名，叫你的名这是对你真正不恭敬，
男主二十岁啊，行惯例，成年咯。行惯例是啥物咧？戴一个帽啊，这帽啊，一个戴啊，就是大人啊，唔是囡仔。对，爱尊重，爱有礼咯。清理无清名，女子十六岁成年，洗头咯。嘿，也爱对伊尊重，也清理不清名。一生当中清名的只有两个人，这怎样？第一个是父母。父母一生呢是叫你的名，第二是老师，老师一生呢叫你的名，就是讲你伫朝廷做官，皇帝对你也会尊重，无称你的名，称你字。皇帝如果称你的名，你就有罪，你犯法咯，犯了罪咯，也才称你的名。佛门内面的名号，一直到现在，也是遵守这个原则。可是世法内面呢，就起了真大的变化。这咱暂且卖讲，知影一点啊，详细就好了。下面呢，就是通好。对如来到佛世尊，这是通好。每一尊佛拢有这十好，拢有这十种通好。这个通好是什么意思呢？完全是圣德的流露，圣德之名。咱啊，爱怎样？社会有一挂人不求甚解啊，讲到佛，那像伊了解真多。哦，佛内面有如来佛上大，讲这话啊，真外行啊。如来佛上大，大概是有机看较侪啊。孙悟空遐尼大个本事啊，拢跳袂过如来佛的掌心嘛，错会了意思啦。所以这是如来是佛的通号啊。每一尊佛拢有十号。古作十好，这才称之为佛。所以第一个号叫如来。如是什么意思？如是真如啊。啊，真如就是真心，就是本性。多者无啊。一切众生，大家具足啊！虽然有，你现在没咯，没是唔是真正失去啊？是没失呢？要问讲，你的真如起不起作用？起作用，谁起作用？你家己唔知影。什么时阵起作用？起心动念的时阵啊，第一念，第一念是真心嘛，第一念是如如啊，第一念是佛地佛见，凡夫的毛病在倒位呢？第一念未当保持啊。
如果会当将第一点保持掉的，这人就成佛咯，就叫做佛啦，就叫如来。凡夫第一念，迄个时间非常短啊，一刹那。第二念啊，就落在意识内面去了。第二念是啥物？分别妄想执着拢总起来了，这就变成凡夫啊。比如咱眼见，目睭闭开看到一切大众，你也未有分别，也无执着，也无起妄想，你心底真清净。看个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是佛地佛见啦。这是见性见色性啊。可是这里哩也蛮麻烦咯，这是张三遐是李四，这好人遐歹人麻烦大咯。完全跌落去妄想分别执着内面去了，一下就堕落成凡夫啊！什么时阵你会当将第一念保持不变，你就成功了。佛家内面讲的这方法真多啊，84000法门啊，无量法门啊，讲破了就这款代志啊。安怎保持最初这一念不变？这叫一念，咱净土中叫一心。念头一起来，二心三心就变成多心咯。二心三心多心是凡夫啊，迄念头妄想愈多愈害，愈多愈往下堆啊。所以一切法门内面，念佛这个法门最殊胜。一感觉暗无别项的念头，起心动念阿弥陀佛。我教大家啊，这佛号安怎念去得呢？一切人拢是阿弥陀佛。你念佛才念会好啊，功夫才会得力啊。唔通看到这张三遐李四害咯，这阿弥陀佛，遐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拢总是阿弥陀佛。你看，你永远是阿弥陀佛，啊，你就成佛咯。不但一切人是阿弥陀佛，一切物件也是阿弥陀佛，一切书也是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以外，什么都拢无啊，拢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啊。西方叫世界，你看这波斯行行啊，种了说法啦，波斯种了拢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。西方世界如是啊，人眼前世界何尝不是如是啊？也是如是啊，只是你家己不肯承认啊。你一定要打妄想分别执着啊，来想办法。所以境界要安怎转过来，关键就伫这所在。今仔日。好像圆满咯，光阴过甲真紧啊！所以对海外各个所在来到遮，啊，伫遮念了7天的佛，想来大家也会当感觉到念佛，这个所在念佛真殊胜。其实我甲诸位讲啊，连这7天伫遮咧念佛，这状况。远远不如阮平常念佛，我无入去念佛堂啊，我非常清楚。什么原因呢？阮平常念佛，
拜一到礼拜五，每天透早六点钟起香，到暗时六点，念十二小时。礼拜六到礼拜日，念三十六小时啊。一个礼拜念佛九十六小时啊。大家的心是平静的。咱讲这个思想波啊，伊这个波动的幅度无大，真接近水平线，所以这道场无共款啦，无比的殊胜啊！您注意对海外来，平常无这种训练。一下来了160外人，每一个人思想波顶顶下下起伏拢无共款啊，所以进入念佛堂啊，当然将这念佛堂变乱了。所以本地的同修，恁听到我这个话啊，你会感觉到无共款啊。外面来，因为伊平常无接触，伊毋知影。平常念佛比佛即殊胜太侪太侪咯，所以欢迎同修们常常来念佛，参加咱平常念佛比佛即念佛啊，殊胜去真侪倍啊！所以这个道场稀有难逢啊，主要就是进入这个念佛堂，身心清净，一切放下，未阁有杂心妄想，这个标准就是真如啊。虽然无达到这水平，甲这个水平过关，就得上。原来如来果能解释，成如是道来，成正觉，就叫做如来。安怎成如是道而来呢？实在讲。甲如相应而来，来创什么？来现身呐、啊，来说法、啊。这是讲咱应身佛、报身佛，真像释迦牟尼佛当年出现在世间，伊是再来人。伊毋是凡夫，因以佛身而得道者，即现佛身而为说法，伊就实现八相行道啊！这个、人是从如是道而来应化呀，伊是如来啊。咱是安怎来啊？咱是业来啊，业报来啊。你做作的善业恶业啊，咱是善业报而来啊，所以不自在啊，如来自在啊，这业来也不自在啊。这两字啊，讲法真多啊，今仔讲这两字。十天都讲未完，那唔免遐尼麻烦，知影伊一点仔意思就好了。金刚经上要一解释，也解释个真好啊。佛说：如来者，诸法如意，而且讲真好啊。这个讲法
是公益的公款。对咱乡下人来讲呢，非常有帮助。像我拄则甲恁伫念佛堂念佛，看到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，拢是阿弥陀佛，这就是诸法如意呀、啊。咱将《金刚经》即句经文落实咯。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，不但伫咱道场，咱道场外面，整个世界，一切众生、一切人事、一切物、万物，皆是如来，这是诸法如意呀、啊。为什么呢？一切法拢是自性变现的，自性即真如啊，真如变现之物啊。所以对真如而来，这意思注意，如果听了也无够明白呢，无够明白，咱就比如讲，咱将黄金比作真如。那用这个黄金做这地藏菩萨的像，哦，这地藏菩萨金的啊，金像啊，伊是对金而来，这像是用金而来塑造的，金比作金如啊，这菩萨是对如而来，就这意思。所以佛在华严上甲咱讲，宇宙之间万事万法唯心所现，迄心就是真如，就是唯真如所现。就好比讲万事万法的时阵呢，拢是以黄金而所成的。以金作气，气气皆金。十法界以净庄严，拢是性如是道而来。所以佛才讲诸法如意呀、啊。即句话啊，讲了才真正圆满。真正是讲到结束啦，所以佛在经内面在讲啊，众生成佛的时阵，见到大地众生皆成佛道，就是这意思。你倒一天看到所有一切众生，拢是阿弥陀佛，恭喜你哦！你成了阿弥陀佛了。咱这个念佛堂啊，甲其他念佛堂是无共款的所在，是伫遮。每一个人，除家己以外，看别人拢是诸佛如来。讲到佛的三心，法心无来无去啊！法心是华严经上讲的毗卢遮那，毗卢遮那是梵语，意思是遍一切处啊，尽虚空遍法界啊，是法心呐、啊。所以你爱知影，佛法内面上讲啊，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，法身就是真如啊，无来无去啊，只有实现啊。
哪里有干，哪里就有用啊。这实现无容易了解。那现在用科技来比如，也是较容易了解。比如电视机，大家现在常识的啊。全世界的这摄像，你开到一个频道，迄、那个像就立刻现前咯。你问看，迄、那个像是毋是对迄边到遮来？无啊，无论伫倒一个所在，频道一个拨开咯，影像立刻就现前咯。无来呀、啊，无去呀、啊，无想要看，甲关掉就无咯。无来无去啊！诸佛菩萨伫咱这世间应身说法，也是不来不去啊。咱家己现在有来有去无？甲注意讲，也是不来不去啊。你家己以为有来有去？错咯，迄是你的错觉啊，是你错误的想法，你错误的看法啦、啊。你现在坐伫遮咧，这时阵现身，你离开行的迄步，你伫即步现身，而即步灭，而迄步就现啦。敢无听到《金刚经》上所讲的啊？如露亦如电呐、啊，如露如电是比如啥物？比如这现象存在的时间非常短暂，短暂到无办法觉察到，所以叫做不生不灭。不生不灭是啥物意思呢？如果真正无生灭，讲这不生不灭，诶，是废话啊！有生灭，你叫伊不生不灭，生灭的时间太短暂。讲生已经灭了，讲灭已经生了，啊，是这个意思啊！就《金刚经》上讲的啊，如露亦如电啊。这是事实真相啊！诸佛如来应化在世间，能够和尚毋是应化在世间呢、啊？所无共款的是，伊甲真如相应，咱甲烦恼相应啊！差就差伫遮，可是烦恼也是依靠真如啊，无真如哪来烦恼？灭了真如起烦恼啊，无离开真如啊。一定要了解这事实真相啊。古德讲无来无去，这是发心。第一义谛，名如正觉明来，这叫报心。性真如是相之道，如是而来，即叫应心。讲了也无错啊，也应呢，也讲会通啊。可是未使执着，一执着就错了。所以即个读经。文化确确实实的理想，即上理想，理解东西，咱才有立处，才有我处，就惊执着，这执着就死在内面咯。
说不定真如发发发发，真如变现一切法，也是发发发发了。我真是真如理体啊！现在铁盒内面所讲的宇宙万有的本体啊，本体在佛教内面讲啊，就是真如，就是自性真心嘛。一念变灵性，是法界以正中言是所变所生。报身是什么呢？报身是示现的自受用，示现的这个心啊，自受用的拢是报身。佛的报身是智慧的报身，凡夫的报身呢是烦恼的报身呐。你修不来啊，用心是他修用，或者用心利益一切众生。咱这个心那是为社会服务，为人民服务，为大众服务，这个、心是用心。在咱道场每天在家做义工的，是用心为大众服务。家己受用的，家己的感受，那叫报身啦。我这种讲法，诸位容易体会。所以佛有三心啦，咱凡夫也有三心啦。佛的三心，有真如相应啊。咱这个心啊，有真如不相应啊。不相应啊，是过咱家己迷失了自性。咱有发心啊，原本甲真如是相应的，是一件代志，迷失咯，完全变成无知咯。故事是伫遮，所以佛真慈悲啊，帮助咱恢复啊。安怎恢复法呢？除去妄想，分别执着就恢复了。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是你家己起来啊。别人无办法帮助你除掉啊！正所谓解铃也须系铃人啊，是你家己生起来啊，也得过你家己该除掉。什么人拢袂当帮忙啊？诸佛菩萨慈悲啊，只是将真相甲咱讲清楚、讲明白，咱清楚明白了。哦，知影，咱受害的原因是这个啊，拄起就好咯。有真侪人，哎呀，足难啊，拄袂起啊，哪有拄袂起啊？你唔肯拄啊，还有什么办法呢？你为什么唔肯拄呢？贪乱色心呐。贪恋眼前的受用，无离开贪嗔痴啊！所以你生活在烦恼内面啊，你不是生活在真如内面啊。诸佛菩萨跟咱无共款啊，伊生活在真如内面，所以得大自在。迄种
究竟圆满智慧的生活是佛，佛是究竟圆满的智慧生活，菩萨是大智慧的生活，大智慧无圆满，凡夫是无量无边贪嗔痴慢的生活。这决定转变拢在家己啊，唔是别人。所以家己想清如来，有心即个变就是如来啊。为什么唔将烦恼习气个放下呢？这点真重要啊！烦恼习气等于啥啊？就是六道轮回等于啥咯？就是无量劫的生死等于啥咯？你就不生不死啊！生死是假呀，不是真的啊！关键就在一念迷悟。你今仔日但未去，你也是未啊！你无讲哦，所以你念佛堂是训练你的定，讲堂帮助你开慧。这道场定慧定学，如果无听经，干那靠念佛成就。记起你老师有做一个比如，单单靠念佛靠修定成就，就好比是需要十年，你才会成就啊，才会明心见性啊。如果你会当阁听经过的研究，可能就将时间提到三年五年，你就开悟。这就是讲定慧定学的利益，定慧定学的功德啊！因为你伫念佛堂念佛啊，贪嗔痴慢用佛个地条的石头地草拼命的地啊，地到一个饱和点啊，地袂掉的时阵就完了，就破发咯。可是你听经文化这个智慧是什么呢？你一边用地，一边用智慧改化改，改化掉就无了。这方法好啊！所以真正会晓用功夫的人，一定是定慧定学，效果非常殊胜。所以咱看到佛的德号，德号实在讲就是自性的德号。看到如来这两字啊，那安怎落实？安怎来学习？想到我这一生不是来人间来咯，要安怎样？要甲如相应，咱就叫如来啊。跟如不相应，那就不是如来啊。如是什么？如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啊。真相是什么呢？把这经讲得真好啊。会使讲六百卷大佛偈啊，世尊二十二年所说，归纳出来时阵两句话。不可得，无所有。这两句话在《佛智经》里面重复了几百次之多。
这是跟你讲真的啊。为什么无所有不可得？无所有是讲现象，不可得是讲受用。金刚经上跟你讲的，梦幻泡影，如露如电，这就是说明不可得无所有的。不可得，你若想要得的啊，无所有，你认为讲是有，你甲如啊，完全是相反咯。你不如啊，你是来咯，你是不如来啊。如果明白这个道理，你甲看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叫做真正知影随缘呐。通常讲随缘这两字，谁人了解啊？随缘两字的意思太深太深了。真正明了，不可得，无所有，才会随缘呐。多一寡人随缘，诸佛如来应化伫这个世间。随缘，咱凡夫哪里做得到啊？凡夫是随顺烦恼啊，不是随缘啊。诸佛如来随缘是随顺真如啊，安怎同款呢？第二个名号，拢是自性的德号啊，应用应用是讲，这人伊的修行圆满成就了。圆满成就的相是甚物呢？圆满成就的理，就是对宇宙人生的真相，完全通达明白，无一丝毫的疑惑，无一丝毫的。未歇，不未不歇咯。表现在思想上，是发挥故作，显现出无量的智慧，无量的福德。智慧甲甲福德拢未了解，尤其是福德啊！世间人总认为，在社会上有财富、有地位、有产业，即叫做福德啊！即观念完全是错误了。这不是真正的福德啊！真正的福德不在乎这物件，释迦牟尼佛甲伊的这些学生，咱在经上常常看到1250个人，因所实现的。就是圆满的福慧，因的生活真清苦，去外面托钵，三衣一钵，树下一宿，日中一食，
要伫咱凡夫看的时阵啊，又有啥物福报啊？更加即个款式去共讨饭，伊有啥物福啊？伊有啥物慧啊？你阁详细甲观察，伊的心肝内无梦想，无烦恼，无忧虑，无牵挂，身心清净啊！世间任何人拢无办法甲伊相比。伊的人生啊，自在自在啊！知影生对倒来，死要去倒位去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这才是真正的福慧啊！家己有好，绝对袂家己受用，大家去享啊！我伫这一生当中，看到两尊的菩萨。这个所在，你不管是菩萨，中国大陆也有一个崔菩萨。我看到这两尊的菩萨，因在社会上有地位、有财富，皆是什么例子？皆是一般真清苦的生活。伊遐个财富，互社会大众共享啊，无家己享受啊，迄是真菩萨，毋是假菩萨啦。世间一般人做袂到啊，伊会做到啊，伊做甲非常快乐，而且甲我讲，伊想要出家啊。过几年啊，伊发心要剃度出家。假长寿啊！家己工作真无闲，厝里也有用两个人，请两个人帮忙，请什么人？残障啊！残障的人找无工作，无人要用呀，用残障的人。咱种的人，这个智商就较差，伊真正是随缘咯。煮饭做甲无讲真歹食，真好食。洗衫也洗袂清气，叫伊掀一件衫来，顶面衫甲下面衫颜色拢唔对，伊上管穿，一句话都无讲，也唔惊人笑伊啊。真菩萨啦！这才叫做随缘啦。随缘当中，地大自在，地大欢喜呀。看到别人快乐，家己快乐；看到别人痛苦，心肝内就真艰苦。伊那亲像这一生啊，唔是为家己活呀，为众生活呀。这是菩萨了，这是真正具足福慧啊，了业有情啊，也是弘了啊，对一切众生的帮助，尽心尽力帮助别人。伊经常是菩萨相临，真正菩萨，无人甲伊会比的啊！呀，这是示现啊，这是现身说法。
即款诶人呢，佛在经上讲啊，应受人天供养，伊应当接受啊。伊所接受诶，甲注意讲，只是伊需要诶。真容易满足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每一天出去托钵一摆，迄钵堆满了，有够食了，就无需要了。一领衫未穿破，也使阁穿；穿破了，小补一下，也会使阁穿。现在人啊，你若叫伊穿布的衫出去啊，哎呦，这歹势，这外口的人会看到爱笑啊。我甲你讲，好，出去加走了，笑是应该啊。现在世间人拢是贪嗔痴慢，加笑死几个，有啥物唔好呢？伊笑死，伊笑死，我袂死啊，我袂死啊，伊死啊！啊，这是智慧啊。咱甲看，这真正行菩萨道的，真正唔惊人笑的。不然社会上无人笑伊，尊敬伊啊，佩服伊啊，无人会当做会到啊。所以啊，伊就应受人天供养。我问生理做了啥款啊？钱太多了，不断的来啊。伊甲讲钱真好赚啦。愈来愈多啊，来了要安怎？一报喜，愈死愈多，真正是受大报喜啊。伊想要出家，将伊整个事业拢做报喜掉，真正是难能可贵啊，这是应用。第三个德号啊，定正觉。定正觉，由经内面叫做啊，正遍知。正遍知甲定正觉的意思是同款。定是平定，正是无瑕、无错误，觉是觉悟。伊的觉悟是正确的，是甲一切诸佛如来平等的，这叫定正觉。如果犯罪正遍知啊，正定正觉内面有正，遍就是定的意思。便是无所不知啊，无所不能啊，这叫做便啊。知就是觉的意思，所以正遍知就是定正觉的意思。这个名号，佛经内面用得非常普遍，但是梵文称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一般犯罪无上正定正觉，这个所在呢，用的词简单，将无上省略了。定呢？定有诸佛如来，也就是无上意思。
这德号非常重要。佛法的修学学什么？你看，一切德号当中，佛无提其他，特别提了这句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你按怎样安那学佛学正觉？真正感悟啊！有顶正觉，甲诸佛如来平等的正觉，也佫加一个无相，诸佛如来。只要破一片无明，正因佛法心，就是正觉如来。大家看《金刚经》光明龙居士的讲义，你看伊在讲义上解释经文内面诸佛。这个名相，以解释诸佛，就是用这个四十一位法身大师，这个主就是四十一，四十一位法身大师是诸佛，这解释好啊，原教初诸菩萨。有智慧，有德能，有神通，实现八相成道。这佛心，也就是讲，应以佛心而得道者，凡初住的菩萨，就会当实现佛心，去教化众生。所以解释这四十一位是诸佛正确啊。如果加上无相呢，那就不是四十一位法身大师啊，是究竟圆满的果觉。无相只有一位啊，正定正觉有四十一位啊。也正觉就更加多了，在佛法里面，阿罗汉、辟支佛拢称为正觉，也由此知影，佛法界里面有正觉，无正定正觉，无定正觉，定正觉一定是超越佛法界，以正法界里面则是定正觉。是法界里面达到最高的，就是定正觉。这是正觉，这是正觉。人如果得定正觉，就是无所不知呀，无所不能。原教初诸菩萨。就这种的智慧能力，所以称定正觉。这个名号如何落实？你定。来确定家己下佛的目的，咱下佛不求人天福报，何况人间的富贵。注意要知影，这物件最容易迷惑人。如果你若不舍，你若想要成就，
无容易啊！迄是什么款人？诸佛如来化身示现呢？会用呢？伊会当享受五欲六尘，而不染着五欲六尘，故名啊，会用呢？如果咱享受五欲六尘，伫五欲六尘内面起了一念贪嗔的念头，下格嘅意思咯，贪爱；无下格嘅意思，讨厌。只要有加加减减有即款一个念头，你是凡夫啊，你对路咯。所以佛法虽然，并无主张人一定要受苦行，可是释迦牟尼佛非常赞叹苦行，道理伫遮。释迦牟尼佛实现的啊，也是实现苦行啊。伊为什么无实现享受？因为大多数的众生啊，绝大多数的众生。一个享受就未歇，一个享受就作业，所以做了一个模样，反其道而行之啊！予大家看了以后有所领悟，真正放得下，放下就得大自在啊！不但世间法要放下，出世间法都未念着。你才会有成就啊！世间法放下了，出世法也放不下，无路用，脱离不了六道轮回。佛是教咱放下，毋是换对象啊！世间法放下，掠着佛法换对象啊，无放下，天地放下，心地清净，一尘不染，这才得自在啊！这才是真正享受啊！恁无放下。这享受的经验，恁无啊？讲了你也袂当体会着。真正放下的人，伊才会知影。诸佛如来生活，这生活才得大自在、大圆满啊！真实的幸福。咱应当爱学习，要求正觉，从这个正觉，一切障碍一定要远离，要舍弃。只要障碍较多的，拢总给舍掉，安尼就对了。今仔日时间到了，就讲到这就好。Thank you.